这么好的字，又这么好的意境，又有傲骨，又不失谦逊。萧白却不肯要啊。哥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哼。小春花这里天天都是惊喜，哥哥怕错过。我猜哥哥是觉得我住在仇人家，每天提心吊胆的，所以时不时得来看看我。对，哥哥担心你吗？写给萧白的。嗯。为什么是天下第二？因为天下第一是哥哥呀。哼，说谎。我看是那萧白不肯要，你倒退一步，对吗？哥哥，这都知道啊。哼，小春花，不要光顾着说好听的，把正事儿给耽误了。没忘，没忘。我今天还去书房看了，可那书房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堆书，还有一个没有字的灵牌。祠堂？看来这萧白待你不薄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没有跟你讲这块灵牌的来历吗？有，他说这是先祖剿灭星月教，杀孽太重。星月教就是千月洞的前身。没错，我们和凤鸣山庄的血海深仇从百年前就结下了。你是说血海深仇？哥哥不是说只是想学萧家心法才让我偷的吗？小春花不是也想学凤鸣刀法吗？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不过我想学凤鸣刀法只是为了砍柴用。我妹妹聪明伶俐，连尾生之术都能飞快地想起来，凤鸣刀法算什么？拿到心法，哥哥手把手的教你。手把手。到时候妹妹想让哥哥怎么教，哥哥就怎么教。这样不好吧？手把手太过于亲密了，毕竟我们是兄妹。自家哥哥怕什么？不行，这个哥哥有不良倾向，我要离他远一点。过两天就是诗会了，小春花要尽快拿到心法。我保证，尽快将心法跟萧白一网打尽。你拿到心法就行。萧白不用你来往。小白，小白，你就别穿这件衣服了，穿这件吧。出去。这可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做的，你穿这件去诗会肯定好看。快出去！凤鸣山庄上上下下都找，看来心法只能在小白身上了。哎，春花姑娘，你干嘛？要么你就别穿，要么你就穿我这件。你站住！放下吧。早说嘛。
你站在这儿干嘛？我等你起来试衣服啊，快点。春花姑娘，你过来一下。干什么呀？小白，哎呀，好小白，你就穿一次嘛，小白，小白，叶星主办事怎么如此粗心大意？是属下失职，没把客栈安顿好。这是我妹妹第一次走出凤鸣山庄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确保她的安全。就连小二和跑堂的，也要特别懂事才行。属下已将客栈的人全数换过，留了一个机灵点的月仆做跑堂，多余的人已经带了回去。店小二选了几个不会武功的新仆，以免露出破绽。掌柜呢？还在等候尊主发落。留着，突然换个掌柜太引人注目。先起了吧。是。其实尊主本可以不必亲自前来，请君入瓮之事交给属下办就好了。怎么，本尊还不能来凑凑热闹？你担心本尊？尊主武艺高强，属下望尘莫及。天天待在那千月洞里，这江湖上的纷争发展成什么样，本尊怎么知道？叶岩，你也该多出去走走，见见世面。现在外面都说我们千月洞是由一群丑八怪把持着，咱们也该找找机会，洗脱一下污名才是。是。